你就这样别动啊，稳着事儿。是国家新闻，就你那个跟着那个光标走，嗯，四幺九一幺，它出现的验证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咱们再说一次，我们再说一次，五七二六，再提交。这个跟它那个验证码一致，再提交一次。还显示这样的验证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我们再输一次，这是第三次输入。这个验证码是1524，我们输入1524，提交。是否确定提交？提交后将不能修改，然后确定。然后出现的还是这样，然后下面这个框就变成了空白，然后这边是验证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我们连续输了三次，然后现在退出去，用刘红霞的开始登录，这是丁月花的号，然后登不上。因为我丁月花的上不上，所以我委托刘红霞。刘红霞的投诉叫上去，我们看一下能否顺利叫上去。这个验证码是9748，然后我现在输入9748，提交，然后上面说是否确定提交后将不能修改，我按确定，然后又出现验证码错误，重新输入，我再输一次，它那个验证码是5335，我输入5335，然后按提交，还是出现是否确定提交将不能修改。我按确定，然后又出现验证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然后我继续输入，这个新的验证码是1521，我输入1521，按提交，这个继续确定。又出现验证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然后在这个我刘红霞的，我曾经三次提交都成功了，这个是。第一次是2011年1月22日，我是告的郑州市金水区东风派出所胡作非为，就是盗窃案不立案。到12年7月22号，又告这个盗窃案举证后不下立不立案的通
然后7月28号的又因为那个福利的事不下处理意见，然后我开始又信访，到现在事情也没有结果，但这至少我是登录上去了，得给查看一下详情，又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退出这个系统了。这个国家信访局这个网站，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怎么会是这种样子？我们需要国家给个说法。